Yo， 大家好，咁其实呢一个就系中国游戏哈，呢个 Hip Hop Man MC Jin 欧阳靖 battle 嗰个嘅环节啦。咁其实 honestly speaking， 唔知大家有冇好似我嘅感觉？我感觉就系、是、it doesn't look like a battle， 根本唔似一个 PK 赛，唔似一个 battle 赛，似合唱多个 battle 喎，老细，大家自己睇睇系咪先？嗱，咁同埋仲有一样嘢想同大家讲就系话，无论由头到尾。MC Jin 都是带动住嗰两个叫做乜嘢 ？Twin Brother 嗰两个孖生嘅气氛，根本其实嗰两个人都唔识点样去压场，点样去镇场。咁其实欧阳靖 definitely he's a king， 咯，欧阳靖有自己独特嘅风格去 control 住成个 crowd， 去点样去融入去一个嘅观众群里面。咁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听一下就系、是，虽然英文系个比例听落去好似系好多 ，but the thing is 佢系有讲国语，佢自己系有用 Mandarin， 有用呢个国语去咬舌去 rap 就是咬舌，大家知道啊，咬舌 ，yeah。咁 rap 系啦，无论广东话、英文、普通话、印度话、巴基斯坦话、菲律宾话、日文 ，whatever rap 啊嘛，中国有嘻哈 ，hip hop right， hip hop 冇语言界限，冇分国界 ，hip hop is hip hop。咁所以其实嗰阵时个评判 ，you know MC Hot Dog，he was telling MC Jin 就话太多英文，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需要讲那个为什么太多英文，有英文根本就没问题的。我的国语不太好啊，不好意思，但是我想跟你们说一下，就是讲国语。我知道讲国语是很重要，因为是大陆的市场，但是 MC Jin Hip Hop Man， 他我讲翻广东话，他就是想将 Hip Hop 这个文化带入嚟大陆，带入嚟中国市场。咁 it doesn't make sense， seriously I don't know。咁所以唔知道大家有啲咩 feedback 咧，有就留言话俾我听。See you guys in the video， peace。我们都是兄弟，对对对，这下个座位约定今后路我们一起走，不管健康疾病贫穷富裕生难寂寞丑，接受个座位约定，接受个座位约定，接受个座位约定，将来一定会同富有。